好吃好玩是我的宗旨。今天来到的精品酒庄 Mandu Estate 位于 Swan Valley 区 Sandford 附近，它有100多年的历史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吧。曼东酒庄在天鹅河的河岸，有餐厅、葡萄园、停车场、试酒区，还有户外用餐区，在这里可以轻松悠闲地度过2-3个钟头。这里大概分为休闲餐厅、酒吧和高级餐厅三部分，酒庄的葡萄酒和美食餐厅更是屡获殊荣。我这次点了 fish and chips 和糖心子鱿鱼来试一下，大份又不贵，非常值得推荐。酒庄独特工艺的啤酒和苹果酒也令人回味无穷。这里还有一个户外休闲区和酒吧，提供披萨饼、烤肉和美味的香肠，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和艺术画廊。饭后可以去附近河边漂亮的码头走一走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细碎地洒下来，整个人都会变得格外放松。假日小码头上不乏嬉戏的鸟儿和追逐的孩子，是周末家人休闲打发时间的好去处。